有收获，有收获。哎，跑这里干嘛？这个水库最近在干塘啊，我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大货。河蚌，师傅，哎，有货了。有是很多，都很大，但是那个太阳晒死掉了。前面看看。这个大，这个大，来。这个水库好像十年没有关了。是啊。啊，这我的了，这我的，这有肉。哎，这里肯定很深了。哇，你看这不敢下去。这个估计有4斤多。哎，这个还活着，你看，都晒得这么干了，我来拯救你们一下。好啊好啊，谢谢啊，等一下。哎呀呀，好，谢谢啊。靠着这个盒子部分割断它那个收缩键，它就自然开了。你看，这是前边，这是它的鳃，这最脏的地方。今天捡了这么多的河蚌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珍珠。咬住了，你看，哇，夹住了，不行，我不能放过它。哎，这珍珠是吧？这个，是是，长在上面，长在上面，你看，勾都勾不下来。做河蚌还是你最棒。